要划分进住在你们家实在是太酷了，太酷了耶！你在干嘛？那是安哥，我是红包啊，红包，好，我们先公布掉，公布答案喽，公布答案喽，来，八四，八四，一一二零八五。那就是，总之就是这个经验会让我意识到说，我们很多时候。我带我的牙刷，我是一个 well prepared 的人，对吧？对吧？那些喜欢录缩时的影片，缩时影片那些高三妹妹一样，嘻嘻也会录，都这样会录自己读书，然后这样把这个放进去。我其实原本之后那影片可能不好啊，然后大家会讲说你们是不是没有画分镜、啊？我里面有一张纸是全部都是分镜的。你说你这个是分镜吗？
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看请投币的影片的时候，就是拍完的时候我们在看请投币影片，然后我就一边看我就觉得 What the fuck is this? 然后我就说这一颗是怎样，然后就一边看一边说这颗是怎样或者什么。你是对谁讲的？电脑。哦。他刚刚拼 OX， 他刚刚拼这个拼 OX， 他是新加坡人，他拼 OX。不要打我！不要打我！思考，不要打我思考。用什么字？我看一下。看你。你先删掉，等我想到字的时候再开始录。好。你不要删掉。因为我已经两天没有办法回家，我是一个不喜欢回家的，但是我觉得我连续两天因为要画分镜住在你们家实在是太酷了，太酷了耶！酷了，那是你玩 Scrabble， fucking Scrabble， fucking OK， fucking T， fucking Dog。我受够，我真的受够。嗯，我想要看到这些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要数秒数，你就明天早上能起来数秒数吗？我不可能现在数完秒数，我们不可能，我们数秒数，我刚我们会数到睡着，就是我们会数一下，我们两个睡着在这里睡，然后那个秒数就一直记，然后就记到一 D 又二 H 二，然后已经在等等啊。这样我会拍两个月，你们去导演那个，虽然你们删了二十颗镜头，但是这个描述有点太长，这样总共我算下来要拍两个月又而且这一颗 NG 笔可能有三颗，所以好，我们继续，我们先把它画完。好，你觉得你不要拿我的笔，把我文具都拿走，我一个橡皮擦，他刚刚。我有一个橡皮擦，然后我问他说你要不要我再拿一个，然后呢他就说哦不用我用一个就好，然后结果他就把我橡皮擦拿着然后放到这一边去，然后我就拿第二个橡皮擦，结果他就把我第二个橡皮擦拿走也放到这里了，该送你一个算了。我开始对镜头说话了。要入名吗？不要，但真的太好吃了。嗯，为什么要录影呢？就这样，他也没有，他也没有感受到疼痛。他皮有缩一下啦。这种东西要打针的时候呢，通常就是在他们的脖子下方这里。这块肉把它这边用起来之后，会有一个下陷的，你就往这边这样打针打。那这边就是脱皮，是因为常在这里打针吗？哦，没有，是皮表面方便我们打针。哦。哇！我现在这么神志不清，我还是努力的想给你一个舒适的枕头跟一个。我在吃那个酸菜的时候，我就一直在想，我回家的时候要切西瓜来吃。嗯。你要喝酒吗？喝酒。你可以吸，你流汗，你就。哪里不好？这个已经很棒哎，我根本就没怎么用过。
自己被绑成这样啊？啊 ？No。干嘛？你是不是妨碍到大家了？没有吧？我们等摄影放好镜头，你说有一次戏哦。完蛋，我酒量其实很不好。你学一下 Fake Love 怎么跳，学妹就会爱上你。不用戴，你就嘴巴对这边就好。哦，好好啊，没有人听得到啊。